楼顶，楼顶，大伯，大伯，红楼楼顶。刚打的绷带，我烦死了。你给把枪给我，王吉他，你把这698K 啊，你先玩一下。你做梦。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任姐，喂喂喂，吓死我，哎，可以啊，你这个 YY 别人可以进来的，你这个得调一下你。无所谓，没有人知道这个频道号吧？你不会把我的频道号泄露出去了吧？我已经泄露出去了呀。啊，是吧？那我调个子频道，等一下。可以，你打什么位置啊？你辅助啊？可以。对啊对啊。我打中路。等一下，可以，你打中路。我打。那你这个就是那种吃瓜切菜局是吧？就是砍他们跟砍西瓜一样的那种。应该可以。嗯，我刚刚试了一把，还是没事的，还是可以操作一下的。国服第一直男，铁直男还傻的那种。为了更美好，他们说你，我还好，你是还好。钢铁直男，还好。有个皇帝说叫阿姨送超火，他在考虑怎么搞到超火。啊，对，那个皇帝是我的榜一，千万不要听他的，我跟你讲。那个皇帝不是个好人。可以。这个我他说话算话吗？他说话算话，他没事，你不叫阿姨，我一会儿也让他去给你送超火。可以。你要是叫了，那也许这个超火。好，那我不叫了。你啊，思考一下好吧。可以。他昨天跟我，他自己那个号跟我排的就是黄金二的号，所以可能排到的都是些黄金一、黄金二的吧。可以。经典可以，可以还行，666。我以前看过你直播的。是吗？对。来听歌吗？对。昨天那个号最高钻一了，隐藏分超高啊！天哪，太难了。就是像我这种平常打什么白银局的，匹配到那些黄金一、黄金二的，就已经感觉到完全就是差距太大，然后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。你自己是白银的是吧？对，我自己其实我白银也是跟别人双排打上来的。那你自己可能很卑微，然后不要把实话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给我安排的主播都怎么回事？说话都这么直接的吗？昨天冷少也是一开播就跟我讲，他们都说你很菜，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啊弟弟都老直男了都？没有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能打到什么段？我就露露玩的大概还有个白银段吧，但是其他就拉闸。拉闸。你自己有单排？有啊，我单排其实也差不多吧，就是只要队友不是特别离谱的那种，基本上。你单排自己最高打到多少分？我就是那种不会说一直一个人单排上分，就是那种自己单排打两把，然后跟别人打两把，单排打两把跟别人打两把的那种。可以。那我一个人是不，这个是不紧张的，一个人打黄金是不紧张的。那你跟我打黄金难道会紧张吗？我怕我。切逼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经常这个翻车的，我不是，我来的，我怕翻车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怕这个，我呢，带你上临柜什么的，我就
我就没点见那应该不至于吧。嗯，哎呀我操，装备做多了，打黄金三连跪也太离谱了吧。万一真来个三连跪，我操，我没了就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过我确实看别人玩女坦我都觉得很猛，自己一玩就感觉拉胯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我看别人的血鬼感觉我之前看别人喜欢血鬼就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我上我也可以，但是我自己操作起来就不行。我上我也行。我要当杀了群众，野狼一杀 ，A A， 继续 A， 我来扫。不是我打游戏的时候，就光操作已经，没关系，感觉占据了我全部，占据了我全部的精力。没有，我直播间的学友问，就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说我已经没有精力，我也是这样，才可以说话了。我是那种，对，我也是那种，不能分心。战术安静。对。我主要我现在还没有精力去切他那边的画面，等到团战的时候就可以夸起来了。这现在是什么 OB 啊？对面这火男烦死了！牛逼！还行！我操，我有点失误了。我也是打游戏不能这个那啥，对那种不能分心，就是我跟别人一直说话就会。那你自己直播的时候也这样吗？就打游戏的时候就。就我之前自己还可以哦，不我有时候还好，我有时候还好，有时候还好，有时候还好，有时候跟别人说错话也可以，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得那个就不能说一直那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具体。哇，能过来吗？能过来支援一下吗？来了，但是不知道。没事，可以打，直播。来，包过来，直接打，别怕。要摁追，完了，肯定要包庇。哎呀我操，他怎么感觉有点肉呢？这小法出了两个护臂啊。你是哪里人啊？这个很简单，江西。哎，果然前面直播间就说他估计一会儿要开始问你是哪里人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天这个。完美预判。所以你这个口音一听也是南方的是吧？啊，我浙江是南方的。那北方就不是这个。可以。哪里人？身高多少？吃饭了没有？你多大了？对，他我看见这个什么。你其他的。他还会问你吃了吗？吃了几碗？没有，你这个听啊，这么尴尬的问题都问吗？这么八点都八点了，肯定吃了呀，都不用问了。这个多大？身高体重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会问这些了，我不会问这些了。那边有个火，可以。
哎呀！哎呀！这个皇子啊，我操！直接点信号让我来吃狼，看见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个表示对你的重视。对，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强者的待遇，这皇子已经察觉到了，我们中间是个大宝。哦吼！对不起，我是傻逼。哎，我刚来的，刚吃的狼，妈的，吃了屎！你们下路还可以吧？我去上路锤几波。我们下路稳的，稳的。试一下这个队稳，这个。待会节外生枝了就出事了，这个。小伙子被我逮到了，小伙子，我来了，撑住！啊！房子，我来了，你撑住，没事，走，我操，你死了！你想跑？你在做梦？你想跑？这人不往小龙坑里跳，往这里跳！我操！你是我操！死！这瑞文，我得比他杀得快呀！这个不能出现问题啊！是谁知道他会一直在那边放匣子呢？我想着他应该一会儿还要过去。没想到他可能看出了我在那里徘徊不前，我操，心想不如先把我宰了吧，再一个找死，太难受了。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打赢我放肆？咕噜飞走了，咕噜飞走了，这个咕噜飞。我们上路好像被杀穿了，还好，没事。三杠二杠一，我这个应该三杠二，这个送没了。死！死！哎呀，能走不走了？过来保护一下我的吗？我怕这里有人来，他们下路都出现了。哎哎，这个人他没有打，减速，一炮带走。哎呀，哎死了，他死了，你走，走，快走。哎，你快走，闪现，我帮你打，没事 ，OK。你先走，没事，别管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我一下。哎，救我，没事。怎么说？哎，你小心点。这夹子踩的。对，没事，走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。下次。吃个。有点极限。我走了。搞点果子吃。你要不要回家出装备？我现在回家可以出个血，跟下 AD 好，他 AD 暴毙了。可以，是不是？吃我一炮！啊，我操！这人快死了，这人怎么说？哎呦嘿！你救下我怎么样？我想上了这个。可以。我刚刚看见这个女警很嚣张，我想闪现 Q 她的。不会可以一波了吧？
他们对方还挂机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还行。这就结束了啊？这就结束了。你不是？我知道。我的天使，突然萌起来了。哎呀，可以。你一把加几分啊？看一下。19吧，估计。啊，21。可以。来下一把，我操。